是坐着哈。哎，会会这样的。我是有一个人，他都专门做这种。哦，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这次康桥不是有这个东西吗？对，应该是哦。我在想应该是。来不及。这道有什么建议啊？不要的，等一下我帮你带回去哦，等一下哦。这都可以，不用那么节俭了。狙击枪就狙击枪，剑就剑。
价的。哦，贴的。机顶要插满的。没插的。机顶要插满。没有四个的呀。他这应该就插满了。你这个蓝对，还是说我看一下哈。还是大哥你要弄十六 G 的算？还是什么？十六 G 一点。这样也被打中，这个还没打到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掉。哎、啊，有人在等吗？有。有。对，有。那我们再打一场。你就配什么？有一个黑色，它是那种感应器。哦。然后它往前面一点点，然后你就看一个黑色正方形，那个它这里有两只。好像还要自己走，要有个空间才办法玩。你就把它固定起来，就是在高处固定起来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你买的话，它会有专人帮到你家去帮你装。对对对。是这样，五个一组。我以为它是直接放那个就可以感应。这个就是它会有一个固定范围，你看我地板上有一个蓝色，所以我就在那范围内移动，对啊。然后也有一款游戏，然后它像玩这款游戏就比较刺激一点。真的很好玩，就是。